二十五年前，美貌惊人，蔡少芬哀怨。那时没人说我美，蔡少芬眼红。后宫甄嬛传的坏皇后，最近约二十五年前的旧剧照再被翻出，美艳程度惊人。有网友称比甄嬛、孙俪美十倍。旧照受到讨论后，蔡少芬亲自在微博上回应，无奈叹：“可那个时期却没人说我美。” 现在这个时期，好多人说我不够从前美。蔡少芬贴出自己的旧照及现在的照片，并说：“最近好多人说那个时期的我好美，可那个时期却没人说我美。现在这个时期，好多人说我不够从前美，但我信在往后十几年又会说这个时期的我好美。我只想说，不管什么时期的我。” 我都是我美女分，并附上大笑的贴图。粉丝留言认同她一直都很美，也惊讶，不幸当年没人赞她容貌一世天王天团法国合体。周杰伦神预测玛莎宝宝性别。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欧洲巡演已完成首站法国巴黎场次。 团员也在当地时间三日转往英国，准备四日晚上在伦敦欧二体育馆开唱。在此之前，恰巧也在法国的周杰伦、周董和老婆昆凌特地现身五月天后台，并带着当地知名点心探班。周董也更新到玛莎升格为人父的近况，还凭直觉大胆猜测是男孩。玛莎笑而不答。 但也未否认，周董和五月天私下都喜欢玩电玩。当天双方除话家常外，周董还邀约五月天去逛法国知名古物跳蚤市场。可惜的是，五月天隔天就要动身前往英国，让周董感到遗憾，但仍不放弃希望，诱惑说：“跳蚤市场比电玩主联盟还要厉害。” 周董曾惊喜出现在五月天“人生无限公司”演唱会上，当时还戏称组周五团，表示每周五发一个单曲。虽然这个玩笑话至今未兑现，但天王和天团的好感情也让双方歌迷看得满心欢喜。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，气质、长腿备赛基因强大。陈奕迅和徐濠萦2006年结婚。 育有一女陈康堤，近日港媒难得拍到陈康堤和妈妈一同逛街。今年十三岁的她，越来越亭亭玉立，外貌及神似徐濠萦，被赞基因太强大。徐濠萦自从成为人妻后，退出演艺圈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也常常爱相随半陈以迅飞各地工作。 同样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迪外貌引起大家好奇。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，陈康迪身材苗条，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，都是个性美人，也不禁令大家好奇，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，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？谁能让陈冠希跪的手捧蛋糕？ 当然，只有女儿 a r i e l a e 一向酷帅的陈冠希，为了前世情人女儿 a i e e 真是变了另外一个人。今天是 Arielle 一岁生日，姑姑陈建飞在 IG 晒出小公主庆生照。只见爸爸陈冠希为 a i e e 精心布置了梦幻的派对场地，墙上挂着可爱的气球，儿童椅也装饰着象征一岁的布条。 陈冠希本人更是双手捧着蛋糕，跪在一边逗女儿开心，身上还穿着印有 l A I 照片的 T 恤，被网友形容前世情人就是不一样啊！陈冠希与女友 l A I 妈妈秦舒培虽然没有完成结婚手续，但两人的感情始终很好。秦舒培近日接受访问时。 还亲昵地称呼陈冠希为“老公”。陈冠希春节期间也在微博上发出秦舒培的居家照片，称她为“我的女人”。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，气质、长腿被赞，基因强大。陈奕迅和徐濠萦2006年结婚，育有一女陈康堤。近日港媒难得拍到陈康堤和妈妈一同逛街，今年十三岁的她。 越来越亭亭玉立，外貌极神似徐濠萦，被赞基因太强大。徐濠萦自从成为人妻后，退出演艺圈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也常常爱相随。伴陈以迅飞各地工作，同样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低，外貌引起大家好奇。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，陈康低身材苗条。 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，都是个性美人，也不禁令大家好奇，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，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？不满 KLD 情变搞孤僻，吴宗宪镜头前爆粗口，KLD 和许维恩爆情变后却又同游泰国。吴宗宪宪歌，喊话说若两人需要爬，他随时都在。 但现哥金路中天小明星大跟班却表示，KLD 对他的关心简讯已读不回，一般不会回我的事不多啦。如果没回我就不会再问了，并说 KLD 大概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不回。他可以的啦，反正现在他开那么多节目了，可能是这样才有恃无恐吧。现哥坦言，确实有点气。 跟他可能会变得小有距离吧。宪哥前两天才和 KLD 一起录综艺玩很大，他抱怨 KLD 似乎因情变变得阴阳怪气，录影也不跟大家讲讲话。你是红了是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并爆料 KLD 录影也躲到旁边讲电话，疑似在努力修复感情。 而 KLD 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半年，让宪哥忍不住在镜头前爆粗口：“KLD 醒过来啦！妈的！”显然对这子弟兵世外之身则之切。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，气质、长腿备赛基因强大。陈奕迅和徐濠萦二零零六年结婚，育有一女陈康迪。 近日，港媒难得拍到陈康提和妈妈一同逛街。今年十三岁的他，越来越亭亭玉立，外貌极神似徐濠萦，被赞基因太强大。徐濠萦自从成为人妻后，退出演艺圈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也常常爱相随伴陈以迅飞各地工作。同样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堤。 外貌引起大家好奇，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。陈康迪身材苗条，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，都是个性美人，也不禁令大家好奇：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，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？